强国人丢架，埃及古迹刻到此一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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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此一游。呢句强国人去旅行都好兴写嘅嘢，近日俾网民发现，竟然出现喺埃及卢克索神庙坠入一个圣殿嘅浮雕上面，大大只字写住丁锦豪到此一游。阴公啦，呢个系3000年前嘅文物啊，竟然俾你就咁破坏，有内地游客自觉羞愧，仲话试图用纸巾抹走佢，亦都有人形容呢个系埃及最难过嘅一刻。寻日仲有人爆料话丁锦豪系南京一个中学生，连资深导游都话以前去埃及嘅中国人较少，游客素质普遍较高，未发生过啲咁嘅事啊。